然后喜欢大米的可以点一下我们右下角的关注，记得预约一下我们左岸角有肉食物大饭店的预约。然后点心，点心，没有换名字呀，我一直都这个名字呀，我一直都叫大米呀。谢谢安然哥哥，谢谢喜羊，谢谢二爷。小宝宝们，那个把星星点一点，祝你们跳第一个舞蹈，希望你们都喜欢。宝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星辰哥哥，谢谢碧海哥哥，谢谢坏坏。然后那个还剩下两个舞蹈的时间，我们先选一下我们的第二个舞蹈吧。宝宝们，第一个是鸟叔的绅士，第二个是 Mercy， 第三个是崩了吗？你们想要看哪一个？你们想要看哪一个？一还是二还是三？我们扣在公屏上啊，宝宝们。
好的，恭喜那个洋洋中奖了啊！然后我们把这个星星点一点，来来来，跟着我的节奏。我俯身看去，哎呀，我卡了，你们点吧，我卡了。来把这个小星星在这里啊，点击一下领取就可以点了。鹊桥生息，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，是否隐藏着秘密？在你的眼神中。宝宝们把星星点到一千个，下个麦序给你们跳拖拉机哦，选一下我们第二个的服装啊，热死我了。第一个是白色的包裙加蓝色的吊带，第二个是短裤加紧身衣，你们想要看哪一套？你们想要看哪一套？准备啊，一还是二裤在公屏上。准备三二一，哎呀，好像打二的很多耶！恭喜这个金星哥哥你中奖了啊，恭喜哥哥！然后喜欢大米的宝宝记得把关注点一波。
来，宝宝们点到221000个，好不好？还差多少个来着？这是差多少个来着？我忘了。差多少个呀？哎呀，太棒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差20个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好棒棒！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里啊，这里有个点星星，我们点到1000个呢，下一个麦序就给你们跳拖拉机了。我下一个麦序会穿你们想要看的衣服，然后给你们跳拖拉机，把星星点一点哦，加油，加油！然后呢，给大家跳我们的最后一个舞蹈。